直播，来 A 这边这边这边，来等一下等一下，好 A 加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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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金红包袋，哎，红包袋我马上就可以买，要到收了买粮了，来加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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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快我们的来。默念默念，龙源食品长哦，来来来，很抱歉啊，上哪里的人才吃的？五份哈，五份，五个红包，五个红包袋，来。你刚才最帅。哦哦，23号，好，在这边23号，来恭喜哈，来下一位，14号在哪里？14号都很前面，等于都是志工啊。103号，来103号，没有关系。103号，啊，103号，好，在这边，好。103号有哈，好。94号，94号在哪里？94号在这边，好，94号在这边。249号，好，249号，没有。妈妈，不是你抽了，等下脚踏车没有你的份了。他打枪。我们的游戏规则哈。好，在这边。249吗？好，249。那三部车要上马里的人才可以骑哦。啊，然后除非，如果我们不认识你的话，14号你要拿证件出来给我们看。来，走秀可以。现在我现场征求两个人来摸两个奖。没有，恭喜摸大奖。现场有人愿意出来借你的手来摸彩，帮别人摸，不是摸你哦。好，摸一个，再来一个人，谁要摸？好，过来。好了，弟弟摸了，弟弟在这边。弟弟要摸，弟弟要摸。哎呦，弟弟，你这样摸第一特奖好了。好，你看起来好有福气哦。好，弟弟请摸。381号，381。来，381号，好神通。好神通。来那一个小胖哥，没礼貌。好，恭喜啊，恭喜以上。好，接着来，我们要借我们的邦西执行长来，邦西执行长来给我们来摸。来来来，我们现在要介绍一个，就是我们的丽梅姐姐，她我们的身障就叫她丽梅阿姨。你不是说走秀吗？来，给你，请她上去骑。现在摸的是熟女车，我骑。要骑，要这一台。你那一台你不能乱骑。有漂亮吗？有啦有啦。哎，上马里的请举手。哎呦，我上马里的那么多人啊！哦，都是都是。那这一个要请谁摸呢？来，我们请我们的理事长摸吗？这最丑的车子我来摸，怎么样？好了，没有，我们丽梅啊，丽梅姐姐很想要，丽梅来摸。好了，给我们的。你摸别人了，你不能抽。哎，他不是上法理的，所以他不用想。摇，屁股没有夹紧，哎，哪有可以这样子？哎，对，1234，够了吗？34，3234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要准备。爱你啊！大家爱！准备你们的身份证。哦，来，准备要证件哦，要证件哦，来。没有，你的连长要证明你是他那一年的。紧张时刻，价值4000块的熟女车，有没有四？有一个四字的举手。有四字的举手。有四字的举手。第二个字的四。有。第二个字也是四。第三个字由李长来报告。第三个字。哇塞，这个人还，哇，第一个字是零，第二个字是四，
是。有没有？有没有机会？第三个字是45号。45。三次没来。来了。你是第几年的？你要告诉我上哪里第几年？刘大人，刘林长，刘林长的吗？刘林长是不是你的邻居？他第七年，你第八年了。你那个林长他出来啊！林长出来，他是你的林长吗？那你爱我吗？我抽到你爱我吗？啊，老公在那里不管他，你就是爱我就对了。为了一部脚踏车回去打架，好麻烦了。我们等一下一起合照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先站在车子旁边啊，好不好？来，先站在车子旁边。来，水英大哥，你是见证人，你今天你假如说伪证的话，要送到法院去，很重哦。好，来，下一位，请我们的那执行长，执行长。等一下，这个先不送，来，执行长，来拍照，来，来。好，先拍照哈，等一下一起来拍合照哈，一起来合照，来恭喜好不好？来掌声！哦，好，感谢，来下一位，先放在这边，等一下，好，大家一起合照哈，一起合照，你先在这。现在请我们大中正社区的执行长啊，他说他不想当执行长，然后我们的理事长说他是什么？督导，我们督导升降，他升官了，变成督导。好来，等一下，不，这个不算，这个拿来我都会哦，我也会，对不对？体力好，我也会，对不对？来，我走，来，不行，要夹紧了，屁股要夹紧，来，一二三四，二三四，哎，还有啊，好，非常棒哈，好玩了哈，赶快哦，这个第二奖，摸我是，21段的直连车，你可以坐高铁。这个他直跌了之后呢，他可以到高铁上去坐，哪一节吃香了？他有分哪一个批次？不是每一次都可以。我跟各位报告一下，这一位呢是我们的宝贝哈，柯柯，很抱歉，他不是我们的上华里的李明，哎，柯柯啊，对，很抱歉。所以我们的柯柯先生，但是我们送一份，送他一盒蛋，那个赶快回去。明天就把你的户籍搬到上华来。好，柯柯，对不对啊？对哈，因为他太失望了，所以我们送他一箱蛋。好，重新抽。好，再摇一下。所以我们的执行长再摇一次，好不好？他屁股才摇两下，不是？他摇的不够，摇的不够。来，上华里的，要你们。上华里的在哪里啊？上华里。摇，赶快拿起来摇，赶快，你没有摇，等一下，来，一二三四，来，我很紧张哎，我又怕不是上花的人嘞，今天跟事都很有关系哦，事事如意哦，第一个二，第一个两，第二个是二十号，第一个。第二个是，又是这个，240几哦。后面还是一个四。244有没有？244，谁说四是不吉利的？44，你看多吉利啊！二零的连长在哪里？二零的连长。任民正身。来，不是那个秋连长。邱连长没有关系，我们就让他不用。我们现场验明正身，要像那个航空公司一样要脱了，脱成验明正身。来，因为
因为他不认识我，我不认识他。这个游戏规则大家公平起见。对，因为是游戏规则。那个邱连长呢？连长，二连的连长。我在那边。来来来，没关系，我的连长来了。连长来验明正身。恭喜你。不然我家拖要拖了啦，不然。二连的连长来，看看是不是你的人。来，应该是，来，连长。你要黑眼的，不好意思，柱子，我们的连长没有认真，出生地是彰化，没关系。可是呢，他已经住到我们龙潭上花里。二零，没有错，连大家掌声恭喜他。等一下，我们一起签。来，一起先拍照好不好？我们先拍照，对别拍照好不好？来，执行长，来恭喜。然后啊。来，我要跟大家说一声啊，所有的礼不是上华礼，只有一年只有一次的礼家结金60000块，那上华礼的礼家结金，两年来今年第三年都花在重阳节，21号的时候会在这边有20桌，也就是说一桌3000块，60000块就花掉了。70岁以上的长辈都可以过来用餐。那我们今天的。那个活动呢，是一些我们的像我们的县议员啊什么的提供一些奖，然后玉珍呢在那个弹药库的，大家有看到的所谓的什么环境清洁防治先导，结果我们都没有叫你清洁先导，只是在摸彩。那个我们弹药库有提供了一点点的那个活动经费，就是我们早上的7点的时候，我们就到90巷那边去打扫了，用那个打扫的经费呢，来办了这一场的活动。所以呢，不够的，像3台脚踏车，就由我玉珍自己去购买。我讲那么多废话。掌声给林长，我讲那么多废话，这意思是说，那个第一奖应该由我抽，对不对？你们不要跟我抢啊！还有，不要叫我摇了，今天好累哦。因为我早上7点就去做环保了。没有摇，绝对不可能的了，哪有那么简单？今天不能叫我摇。那个再怎么样都要下海了哈，每天在这边，我们的这个团队都在这边。不行，来，站在这边来，快，等一下。赶快摇，我要，赶快，有没有人举手？因为我很爱骑单车，所以我买了一部公路车，而且是27档，好像是27档，我没有记错的话。抽到车子的人啊，包括那个折叠车，以后要参加我的车队，跟着我去环岛。好，我就这样子。啊，如果没有去就没收。好，就这样决定。好 ，OK， 没有问题。反正你怎么讲，我抽到就跟你了哈，跟你。啊，好像还有很多家妹。好。好。好。各位看一下，对一下。哇，今天怎么都是四啊？啊，四十如意嘛，要四十如意嘛。第一个字四。有几个人是四的，请举手。我的身份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。五个、六个。后面还有四。后面也有。第二个字零。再举手，再举手。有几个？四零。继续，你第三个字是什么？六。三没有了。六。六没有了，还有三。你们是什么？四没有了。你的是多少？你不行，你是044。还有谁？是什么？零。就是你。是痛痛啊！来，等一下，我刚刚摇得很辛苦，又我在花钱，他有没有花钱？要不要摇？要。摇，大家说，连摇不给他。摇。摇。
哎，按照节拍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来，还没有啊？我确定他是住在大堂的，进来啊，大堂社区的，所以他不用验明正身，要验明正身都要用脱衣服的，你知道吗？来验明正身，好来。有的要验明，没有啦，我说过。你老婆要验明正身是要脱衣服的，不是看这一张的。来，还要摇吗？还没有摇。开始来了，大家不行，来，哎，一百各位来听我的口令。你们说摇够了没有？没有，来，还没有继续摇。预备起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，还没有，还有三，四个节拍哪有那么快？来，三，没有作假，400号，400号，来，我们全部往前面接，400号。这个哈，确定是400号？没有作假。有没有后悔再上法里啊？没有的。啊，这样，先去上法里哈，恭喜我们的这个美女。好，刚才。要，留守下来。三个得奖人，请出来。来，我们三位一起来，讲到这个。三位得奖人，来。三位。一起来拍照，好不好？前面。来，先到前面来，先到前面。三位，刚刚三位的得奖人。来，请慢一点哦，后面还有加码的。三位得奖人。来，我们签到前面一点，好不好？先前面一点，好，来。